煮什么烧呢？或者豆腐、豆角肉、蒜头。今天要来煮一个很下饭的一道菜，叫做麻婆豆腐。这是我囝上爱吃的。嗯，我上爱吃。当大家吃这羹，伊就配到两配吃两三碗饭啊，就吃我唔知影啦。好，加蒜头切末。啊，先加这切末。嘿啊。对照就弄。好，安尼，好啊，好，真好。搁来甲豆腐切切嘞，切到一角一角。同学呐，未晓做哪个，你就唔通像我安尼切啦，因为我是安尼较好切。卡袂去用动着点，安尼，先切安尼，像呢，安尼搁切落来，安尼切成丁状，好，安尼切对半，安尼切来切来。把豆腐归样处理的，开火，撇落来，饲料锅，互鼎打实嘞，搁有水唔对吧？再搁有水，来蒸发。嗯，又鼎热了后，还放油，放落来。再来擦蒜头，用小火会炒会干，先煸香。有闻到吧？有闻到蒜头的香味吧？嗯，姜汤煸味道出来之后，甲加吧，甲放落去。炒炖色，啊，炒炖色。嘛，一定炒到拢变色啊，有无？我开始放调味料，豆瓣酱。看爱食遐物，当然较济。阮倒是拢食重咸的，我有重青丝啊，南藤、中和伊的咸味，一放豆油，收起来。开大火，甲炒一下，甲滚滚的。哦，这豆瓣酱真香，真好吃。看啊，肉拢已经变色了。豆油先拢加入了，哎，这样干水较少啊，就留几多水落来，好滚。这阵拢开大火，这把出紧嘞啦，等下豆腐放落来，炒五分钟就好啊。好，这豆腐，
黄金豆啊，哦，即间阮囝上爱食的，哦，因为这叫做麻婆豆腐啊。我今仔做的量是两倍啦，明仔载就免阁煮啊。你再汤过来，阁如何食？好，出招，上桌。今仔日先切一挂起来，剩咧明仔载要食。这搅这酱汁搅拌上好了，来酱汁用一挂落，嗯，好，上桌去，好，准备开动了，好，开动了，吧，好，拜拜。